其实是做这种两个假扣，然后这边也没有拉链，所以在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的。它的这个花苞延伸是从这边后面才开始，所以把松紧小花苞坐在这边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它的弹性超级好，这个到 L 号没有问题。裤长的话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，就是不长不短，所以呢你如果今天是要穿去上班是 OK 的。再做很经典的黑白格纹，手感非常的软。我觉得这件厉害的是因为它是做有一点点微花苞，它不会做很花苞的原因是因为太花苞又过度休闲，裤脚有点 A 字版，所以我下了平底鞋我还是腿很直。然后给大家近看一下我的浅色，它上面其实会有一点像是千鸟格的感觉。这款呢小资女孩穿起来也是非常显腿长，因为它的花苞造型然后又是 A line 的感觉，所以我们腰看起来很瘦，然后腿看起来又很长很直。厚薄度其实呢 我自己觉得它算是比较有质量的一点点，但它其实因为不会贴身，所以我们夏天穿起来也不会有过度闷热的问题。没错。